有的人的眼袋呢已经是垂垂垂垂垂，讲夸张一点已经垂到像你那个鼻翼旁边这么大了。所以呢其实眼袋是真正的难看又显老，不管你是水肿型的眼袋，或者是脂肪型的眼袋，还是已经是衰老型的眼袋，请你通通看过来，眼部的黑科技来了。 OK， 怎么使用呢？每一次贴上去的时候大概3到8小时左右，我会建议大家贴满8小时，在睡觉的时候睡前你就先贴上它，然后直接去睡觉，它就像吸盘一样压住您的眼袋，慢慢收紧收紧收紧，一觉醒来你会感受到眼贴膜变薄了，真的，它可以越贴越薄，摘下来的那一刹那就是找回那种青春，眼睛大而有神的感觉，犹豫滑走就没机会咯。